这么临时约你出来，无耽误到你的时间哦。绝对无，你主动约我出来，我欢喜都袂赴啊。现在对我来讲上重要的代志，就是你重视实在我，了解我的心意。当然啦，若是你会当较紧介意我，安尼是上好啦。对啊，我拄才看到遐有足侪人遐拍照打卡的，咱两个嘛做伙去打卡好无？那是二哥因为看到我甲胡秀安单独出来，就走来问我，安尼我就会当趁机会试探二哥啊。好啊，咱做伙去。你爱分享动态，然后标注我，顺便让其他的朋友知影，咱经过这么久的时间，搁见面啊。当然好啊，行，咱来去。爸，拍摄，等我一下。是什么情形？想说安杰的这时阵，跟胡旭安出去约会，跟我胡旭安真正唔惊我的警告，阁想对安杰打什么玩闹劲？爸，好了，我来带你去瑞雄啊。准备啊！爸，安杰跟胡旭安出去，我烦恼安杰安全，我赶快看门，再来拜托你啊！拍谁啊？安姐，你今仔日拢无讲啥物话，是毋是有心事？还是讲恁家阁发生啥物代志啊？你哪会讲到阮家啊？刚讲你知影，阮家还阁有啥物未爆炸的未爆弹？恁大嫂说给你的代志，就是未爆弹啊！我看你敢若心情无啥好。我烦恼你过来为这件代志在捂住啦。我承认我今麦确实有心事，啊，不过这个代志跟你有关系。跟我有关系？安姐，我知影今麦你接受我是较困难，啊，不过我相信早晚你会当感受到我的心意。我拢对家己讲，我唔那要保护你一摆，我要做你一世人的英雄。我永远拢无法度接受你，因为我已经知影你的底啊。什么意思？我一直感觉足奇怪，你讲彼暗，你是良心发现才救我，这就表示你一开始确实是受到阮大嫂的威胁，才会答应对我下药啊。啊，不过伊到底是提啥威胁你？而且彼暗，你若真正是救我的英雄，我哥后来是安怎对你充满敌意？这讲袂通啊！所以我就派人私底下调查你啊！你派人调查我？对，我真正查到你有问题，因为你投资失败，欠人一千万。我想大嫂应该就是抓到你的账头，才会利用这点来威胁你，配合伊的计划。最后我唔是嘛无照伊的意思去做，我嘛给你安全送倒去啊。这哦，我甲文瑶哥拢向你解释过啊，敢毋是？敢讲你是看我投资失败，就看我无？这我嘛无愿意啊！而且即马我欠的债嘛拢还啊，你过来顾虑啥？敢讲你是一种嫌贫爱富的查某囡仔？我当然袂因为安尼就看你无。啊，不过你要安怎解释二哥现在对你有敌意啊？除非你甲伊之间有啥物我唔知影秘密。我爱你，老实跟我讲，你是安怎说服阮大嫂放我出的？你莫阁想要阮骂我，若无咱两个真正连朋友拢无法度做。唔是啊，那讲来讲去，煞变我的问题啊、哦！我真正是好心去为真的。恁大嫂是安怎会安尼对待你？你家己心内敢无一个底？啊，即摆煞来问我是安怎大嫂会放你出？这你应该去问伊才对啊！敢讲？就爱我咒诅你才肯相信我。不要紧，你若是无愿意讲出真相，我嘛无勉强你。
我会家己去调查好清楚。啊，不过信任是人甲人交往的基础。既然我已经对伊失去信任啊，咱两个就无需要再来往了。你以后嘛，莫过来找我。那一盘好好的棋，算甲输去，不用的。然后安杰离开我，我就真正无救了。安杰。若是我愿意讲出真相，你敢过会给我机会？你愿意讲啊？其实你看到的影片，不是原本的影片，我手机里面这个，才是真实的状况。在现场。嗯，我阿哥唔知是安怎知影，恁大嫂要设计你，伊就走去饭店要求你。伊唔知影我本来就拍算要求你啊，结果拢无听我解释，就甲我拍，甲我挂出去。刷落来就亲像你看到的，甲恁大嫂谈判，要恁大嫂提解药出来，迄拢是伊。所以讲，你问我，恁大嫂是安怎会帮你刷的？我根本都唔知影。我唔是无愿意讲出事实，是因为我根本都唔知影真相。安姐，不管安怎，我本来就无打算要配合恁大嫂，这点你一定要相信我。那恁我阿哥是安怎讲救我的人是你？你嘛这样袂见笑就接受啊？什么袂见笑？是伊把我杀做是英雄的呢？伊到底是按怎要安尼做？为着恁大嫂啊，你家己想啦。你讲恁大嫂滑落去楼梯，发现有心，阮幺哥是毋是用这点说服你，叫你暂时卖追求这件代志？哎呀，我嘛是约的啦。我总是感觉阮幺哥甲恁大嫂之间的关系一定无遐尼单纯。原来那不是梦，阿哥那晚真的有出现，不过他是怎样被我摸我？你是怎样？你怎么在这里？应该是我问你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敢不是发烧，还是有出现幻觉？阿哥，你是在说什么？我昨天是有人比较多啦，不过你怎么说我会发烧，还是出现什么幻觉？你的手怎么受伤啊？哦，就知道嘛，你嘛知影，我一杯倒酒量，昨昏我同学食饭啉伤济，啉伤猛，结果因讲要散摊，歹意思拒绝，就缀因去啊。谁知影我过车路时阵，无注意到车，把车弄着。所以二哥迄暗根本无去啥物同学会，讲家己出车祸嘛是假的。伊甲大嫂讨解而已啊。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，才会受伤住院啊？伊阁想安怎要替大嫂安排这个代志？你讲你有完整的鸦片对无？对啊。只有鸦片会当证明迄天到底真相是啥，卖当解释我的疑虑。鸦片给我。看起来即马听白的阁是我。完整的鸦片无在我身躯边啦。那安尼伫倒？紧找我去摕。喂，你连朋友都无愿意甲我做啊，我是安怎要听你的？而且我咧想哦，这段影片恁家的人一定足侪人想要滴的，应该是出大事了哦。胡雪安，想要甲见这样比屁啊？莫怪我阿哥，一定想办法阻止你嫁给我啊！恁二哥嘛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啊，为着要让这个影片消息，一开1000万替我还债务。既然伊拢已经提一个踢你的嘴，
你即马阁有迄个命，会摕影片到讨钱哦、喔？罗安姐啊，你真正足单纯诶，你抓准普通人要生存，为虾米啊简单哦、喔？阮辛辛苦苦编这么水的剧本，结果咧，你煞一直逼我讲出残酷的真相，我只好用这款方式，给你一个机会教育。以后你好奇心莫遐尼重啊啦，事实的真相哦，你担袂起啦。我真正是看唔到人诶。你想对安杰创啥？真正是有安杰的所在，就有二哥啊！哈，安杰又对咱创啥？你是来救啥？吴迅安是救我的英雄的，你哪有可能对我安怎？如果有新的剧本要演哦，一家人的出头嘛，伤过侪啊啦！吴炫安不是你认真过的正人君子，那安尼我甲伊交往，你应该上安心才对啊。是安怎？你一天到晚拢在惊，伊会对我安怎？我只是烦恼你啊。烦恼啊，创啥？我只是跟伊食一顿饭尔，是会发生什么代志啊？而且我等一下搁要跟伊去踅街，二哥，你是千万唔通倒来哦，若无我甲迅安会感觉足无自在。不去，行啦。我乃感觉安杰怪怪，啊，不过胡迅安应该袂讲到迄时阵伊欺骗安杰。所以安杰应该无可能知影真相的，希望我只是想想这。哦，你真正是范丽甲范叔同款的，前一秒才牵到我的手，后一秒，嘿，就跟我去面手呢。你莫伫遐冷笑话啊！我无伫二哥的面头前，甲代志咬出来，是因为我有我的打算，不是为着要报你。你放心啦，我无需要你保我的平安。只要我把迄个影片垫在手头哦，等于就有免死金牌啊。唔啦，无人敢甲我动，甚至我有可能靠迄个影片咸鱼翻身的。我还够介意联络。